个人关于味道的记忆大多数都与妈妈有关。我做了很多年的女儿，总学着我妈的样子，也希望给女儿多留下一些自己的味道。就像这道菜，她做给我吃，我做给你吃，也许每个女儿都想学会妈妈的味道。我是赵薇，欢迎品尝东方。